病人去医院看病，医生，我肚子疼死了。你昨天吃什么东西了？我姐姐上个星期过生日，蛋糕没吃完。昨天晚上我吃了几口，夜里肚子就疼起来了。今天早上，上了好几次厕所。你把蛋糕放在哪儿了？放在冰箱里了。放了几天了？5、6天了。发烧吗？不发烧。你躺下，先检查一下。你吃蛋糕，把肚子吃坏了。要不要打针？不用打针，吃这种药就可以。1天3次，1次2片。医生，一天吃几次？请您再说一遍。1天3次，1次2片。好，饭前吃还是饭后吃？饭前饭后都可以。不过，你最好24小时不吃饭。那我要饿死了。不行，这个办法不好。病人去医院看病。病人看病。医生，我肚子疼死了。肚子疼死。你昨天吃什么东西了？我姐姐上个星期过生日，蛋糕没吃完。过。蛋糕。昨天晚上我吃了几口。口。夜里肚子就疼起来了。夜里。肚子疼起来。今天早上上了好几次厕所。厕所。你把蛋糕放在哪儿了？把。蛋糕。放。放在冰箱里了。放。冰箱。放了几天了？5、6天了。发烧吗？发烧。不发烧。你躺下，先检查一下。躺。先检查。你吃蛋糕，把肚子吃坏了。蛋糕把肚子坏。
要不要打针？打针。不用打针，吃这种药就可以。汞。一天三次，一次两片。片。医生，一天吃几次？请您再说一遍。变。一天三次，一次两片。好，饭前吃还是饭后吃？还是。饭前饭后都可以。不过，你最好24小时不吃饭。不过，最好。那我要饿死了。饿死。不行，这个办法不好。行。不行。办法。骗。不行。夜里。肚子。死。起来。厕所。躺。